是啊，有我啊，看你不，在看我那么帅，什么都看，你没有看？我 看有不啊，到有看你，到，有看你到。好漂亮哦，对呀、啊，妈妈自己没有看到，那啊，讲。是一样，是。好，OK，我们再下去 Done 啊。already. OK，看了。2019年，我大概 Anyway, it looks like boy will drop one. 五月份大概。等下啊，David，等下啊，有一些人的麦没有关。对啊。Jimmy，你可以帮我关一下吗？苏燕优的麦没有关。OK，好，David，你可以继续。好，那就是这个2019年的事，大概五月份的事。我这个上线的是叫 Elia 的事，也是我的他介绍我这个裤子，然后我就感觉到的是不要玩开玩笑，男生看穿那个 stocking 的不是怪怪的，所以我就讲哎呀不要啦，人家骗你你也要，人家骗你你骗我，所以我现在要水错水对呢，我就不要理他。然后因为他是每天都靠近，因为我们是每天每个礼拜还是常常都会碰到面嘛，我就尽力如果可以的是就他走左边我就走右边嘛，我怕等下他要转跟我讲阿罗拉的问题所以就是这样下去啦。那我就大概九月份十月啦，这样子啦，九月底哦，十月，然后他就抓到我在我的店里面，他讲我看到你的肚子哦越来越漂亮哦，越大起来哦。那我讲当然大，很多财产里面啊，所以他就跟我讲你过来我帮你量啦。那我就不好意思嘛，那给他量就好啦，他量一量又没有怎么样。那量好了他就马上跟我讲啊，这个裤子啦我有啊，你赶快去穿啦。后来我就拿回去穿，然后就买两条就去穿，我也不是怎么穿啦，就是穿一下而已啦，然后就是哎呀反正没有人看到就不穿也没有人讲嘛。但是因为我们上下 area 的每次问我哎，你有穿吗有穿吗，有，我每天都穿啊，没有穿裤子不是很怪怪吗，大家也不知道的，所以我就讲我有穿。所以后来我自己觉得怪怪的，为什么我已经买下来的裤子还要跟人家有穿，但是其实我没有穿。那后来我就讲啊，这个是不对的状况了，所以我就决定了我就穿24小时，大概11月份我就可以穿了哦。然后穿24小时没有停哦，然后一开始穿的是比较真的不舒服的感觉，是怪怪的，好像有一点拉拉扯扯在里面这样子。后来我就穿下去啦，然后就喝水三公升啦，就这样，我的照这个上线怎么讲我就怎么做了。那因为12月份的刚好我的家里很多人来嘛，来这边度假啦，刚好就是 all annual 啦这样子。然后度假的是我就大概12月中我就感觉到的是我来去下去下面去洗澡好了啦。那我就下面洗澡啦哈，那我洗澡在哪边，健身房什么的，对，好了，那我出来我看到秤，我有两个的想法，我称下去的一定还是101还是108啊，不会啦不会啦，最多还是已经往下了，好像自己好像没人能干呀，就是好像这样子而已。后来我就啊称啊称一下，我一称我就变了100公斤。那本来我是108的，跟100公斤，我吓一跳，然后我就跟我太太回来，我跟她讲，哎，这个秤拿出来一下，我们的秤，哎，到底我是真的是假的？我在下面的是100公斤，然后我称下去的真的是100公斤，所以我就感觉到的是，哇，我瘦8公斤呢。后来我再穿，最后的12月份，我再称了，我现在的是纯的98，就这样上来，上次98这样子，所以我就瘦到大概10公斤这样子。然后我的冰杠啊，就是我的腰也是瘦下来，大概113的，现在存了103。然后呢，我的腿哦也是降下来5公分这样子。那因为经过我自己的本身感觉到那个东西是好的。所以我开始见证，开始跟人家讲，
但是讲的是我还会有怕怕，因为我讲的有可能是我胳膊肚烂，可能就是好像胳膊肚烂就好像刚刚好而已啦。后来我就 给一个我朋友到十二月份不是那个 Jimmy 跟上线的来吗，然后我就给一个的朋友叫 Lily， 他是我叫他，他有中风也开到刀这个什么乳癌，然后我跟他讲你来啦，反正我们的上线这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来了，对不对，你就来看看一下嘛，反正就不用钱的，对不对，那我的店的里面都给他去，大家就在那边分享。后来他比较着急了，哦，他跟我不一样，我还是蹲大到半年的，他就马上讲赶快给我一条我要穿一下，那上线都讲好了好了，都打开给他穿，那一穿我们大概一两个小时在那边聊好的，他马上就跟我讲，他讲哎，我的感觉不一样哦，他讲哦，他可以蹲了，蹲下去，然后他也可以起来了，所以好像这个走路他的脚可以弯起来，所以我感觉到的是，我就跟他讲，吴丽丽，你不要开玩笑哦，我跟他讲，你这样子好像没人能干塞啊你，我的意思讲，你要给我高兴还是怎么样啊？没有啦，没有啦，真的，我真的。Ini buat tadinya nggak bisa begini, ya, dia nggak bisa. Nah sekarang setelah pakai lebih kurang satu jam lebih ya.你看哦，他现在可以蹲下去，可以，你看他可以上来，然后我们也很神奇，我们本来不相信的，还跟他讲不开玩笑，后来他又开始哦，开始去给我们看，做给我们看，然后他脚都开始可以上来了，你看，我们算到大概十秒钟，本来他不能弯的这样子，因为他是有小中风。那后来他看到这样子了，他也是买了，要买他的所有的什么 bandage 啦，什么东西，什么袜子啦，他也买啦，希罗多也买啦，还有这个什么 Bayfield 也买啦，反正他都感觉到这个是很神奇的，所以但是已经穿好了，我大概一个礼拜的是我就问他，哎，你有什么感觉吗，他跟我讲，哇，我的感觉啊，我越来越胖了，他讲，哇，我又开始灰心，又开始有一点，哎呦，他讲他又在胖了，那我也跟上线讲，哎，为什么人家讲穿不是是瘦吗，那但是他就胖，后来我就跟他讲你再穿下去没关系，后来就穿，但是现在他才知道他已经瘦八公斤了，哦，一开始胖后来就往下变成八公瘦八公斤这样子，所以他也是很热情介绍给所有的人。那其实老实讲的，我当初穿这个衣服不是因为我要瘦，因为我想法的是我的脚膝盖跟脚底我会痛，我没有办法走路上楼梯会痛，所以我穿到这个的是已经算起来的，我的脚不会痛了，然后我的脚底 OK 没问题了，然后我得到一个 bonus 的就是我已经瘦下来了，所以这个见证，哦，这个是我自己的见证，所以从这个十二月份我都开始了，我就介绍所有的人，哦，我就撒种子，所有的人我就给他看，哦，包含在哪里我就给，然后的是我们都开始了去苏拉巴亚，然后苏拉巴亚一个人一开始的这个人也是很妙的，因为一开始他就是感觉到的是我们进去看他的精神真的没有办法精神，他有三个肾在这个身上里面，有人捐赠一个肾给他，然后的是后来我们就跟他讲，哎，这个东西，然后他跟我们讲，哎啦，这个我有帽子我也买啦，那什么什么裤子我也买过了，他讲啦，啊，你认为更好吗，他讲我买这什么多少钱多少钱，那我们就不要跟他去硬嘛还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跟他讲了，你就穿袜子先，然后我们就给他穿裤子，然后穿袜子的没有多久了，他马上他的脚看起来不一样，啊，又转好了，因为他的水肿，后来的是他马上他自己打电话，哦，精神很好，打电话去跟他朋友，哎，我跟你讲哦，我现在是有一个的裤子很好哦，是妹妹介绍给我的哦，
我没有骗你哦，我不赚你的钱哦。他讲哦，哇，我就看到的是有一点纳闷，有一点的是吓一跳这样子。一开始的是他不相信，现在你看他的电话打出去打他的朋友，讲到我们自己看到的是，哇，我不用再讲了，他跟我们讲就好了，对不对？他马上就跟我们这样子讲哦，他讲他怎么样，现在的精神很好，他的脚 OK 怎么这样子。所以这是呢是我们的见证哦，就是明天哦，他我们就再问他，他讲他没有办法睡觉，但是现在他可以睡觉的，早上到晚上到早上很好睡，这是他太太做见证给我们讲的。后来是他的哦，生病去的mall在哪边，我们的大家还是怕怕的，他去mall在哪边哦，然后就跟人家跟他们的朋友讲，他讲，然后他带一条裤，他很热心带一条裤，你看他的脚哦 before 跟 after 不一样了。然后他就跟那个朋友讲，我们刚才要去上飞机，要跑去巴朗嘎拉亚，那他差一点都没有飞机可以上，所以我们要不要找他跟他看他，然后又交给他几个裤子给他，然后他赶快要寄递到一个小什么地方这样子。所以我们讲的是，哎呀，我们跟 Jimmy 跟我们三线的跟 Wendy 讲的，那我们不用去再见证了，他跟我们见证就好了，我们点点看他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很好很好的见证，看到我越来的信心越来越足了。本来是不太还是会感觉到有怕怕怕怕的，你懂吗？但是现在的是不用怕了，反正你介绍给他了，他的穿的一定的，我大概是巴朗嘎拉亚到苏拉巴亚大概总共如果没有错的是大概有15个还是18个人，全部都已经穿那个阿罗拉。所以然后的是我6号回来台湾，那我还没有回来的一个马来人，这个马来人哦，我就跟他讲去我的店里就好了啊，待我在哪边我派他会帮你量，他不要，他要讲巴达菲你回来我才要到去哪边。哇，我讲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样子你等我了啊，6号我就回去了。然后我就跟他量，他的本来是92公斤，我是第一天碰到的是真的是我吓一跳的啊。然后的是7号他跟我讲7号他跟我讲他晚上尿尿大概15次，然后我跟他讲你尿尿15次，他买2条嘛，一个是给他阿嬷去穿那个袜子，然后他阿嬷的袜子他的脚也好起来，然后他阿嬷、哦、从7点开始睡觉，因为老人家嘛，他睡到明天8点不想起来呢。哇，我跟他讲，然后我问他你怎么样尿尿，他讲尿尿15次，然后我跟他讲你怎么呢？你有喝水吗？没有啊，你没有喝水可以尿尿15次，你是从哪里来这个水啊？你懂意思吗？所以我就他讲你叫我不能喝水啊，晚上啊，所以不喝水啊。你看我的下线那么听话，你听吗？听话到他水不喝呢。你看后来我就 OK 啦，我就跟他讲哇，你现在瘦到10公斤呢，然后这个宽起来的是大概也是11公分呢。哦，就是在这边看得到的哈，92变82，71变65，123的变111，你看这个107的96cm， 这个人一天啊，马上可以10公斤呢，这个对我真的是很怎么讲啊？很，你要讲怀疑，但是这个事实真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所以现在哈。每个人我去发到的十几个人，每个人就有见证，养2公斤啊、哦、养3公斤啊，1公斤半啦、啊、然后最扯的是有一个的官方的，也是印尼的官方的老婆的，我在雅加达真的是拿去给他，他也很听话，他就穿这个裤子，现在的瘦5公斤呢，瘦5公斤，现在他讲的他讲巴达菲你不是叫跟我讲吗，如果头痛啊他讲啊，对不对，那个裤子拿着就包上去就好了嘛，啊，你去这样做吗，对啊，现在我的头不会痛了，他讲哎呦还好不会，你包上去的会有一些针啊什么就不好的我就不好了，但是他讲
很好，很好你，所以现在我那里痛，我就包上去了。啊，好，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再买两条比较好一点，所以每个地方都可以包起来。所以这个见证哈，我就因为他比较不喜欢叫我去放出来他的啊、跟人家讲，因为他有算起官方的 group 嘛，啊，一步一步的官方的 group， 不让给人家透露这样子，所以我就不敢太做见证，最多我就在讲一讲而已。所以你看哦，这个东西哦，一个裤子哦，如果放出来的，感觉到是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一个穿下去的哦，真的是它就马上这个红外线哦，马上就会行动了，哦，所以我这几天也要送裤到台中，也要送寄到嘉义，所以要寄到高雄，裤子寄到给他们，他们全部穿到，每个人有见证。有一个人是他讲我的脚很 OK 了，我可以走路了，我膝盖不痛了，他讲。哇，然后就是太多太好太多见证了，所以我现在的是比较喜欢哦，有人就赶快跟他们讲，因为做一个好事多一个功德嘛，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发给人家哦，因为没有钱每个人可以知道这个阿罗了，没有每个人知道这个裤子好到哪里，所以这经过我们现在的这边的 team哦，所以一讲出去的是见证给讲出去的，所以每个人会一定会看到，然后就是会得到好处。那他们得到好处啊，他们的生病，他们的脚痛，他们膝盖痛，他们的什么痛的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得到一个好的功德啊。所以这样的我的见证，然后的是不是。胜利最重要，但是我的想法的是现在的是怎么样是一个爱心，一个的好心要见证给人家，这个是重要在我们这边。因为你常常的是人家问你，哎，你吃什么药啊，我们就跟他讲，哎，我是吃什么药啊，为什么药你会很会讲呢，为什么这个裤子不用吃药然后穿下去的身体健康很好，为什么不讲呢，对不对，所以应该讲的这个是这样子，是我的见证，好棒，感谢，好棒，谢谢 David 的分享，感谢我的 Ivy 和 Wendy 所有的我们的上线，然后Dan全部的感谢，因为我现在是，现在才几个月而已啦，还包还要包爆啦，所以感谢你们每次都包容我，谢谢 okay, 谢谢。我要讲几句话关于这个把 David 的 OK，我们其实是在去年十月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跟把 David 有沟通了，就是用这个一样的 Zoom meeting 方法开始的，但是我们不认识把 David， 他是一个传统的生意人啊，那生意人他是用生意角度来看我们这个生意，也是对，所以那时候的他呢是告诉我们，那我丢400千下来，你告诉我我要怎么赚最多的利润回来。对，他就是第一个video 跟第二次的 Zoom meeting 的 video， 他也是讲同样的话。还记得吗，把 David， 那时候你没有那么爱 Aurora Benz 的时候哦。对。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生意人他会想的，就是如果你说这个产品好啊，那我就马上要做你这生意，我有钱啊，我有本钱啊，我丢下来。那当时呢我们是直接就跟把 David 就是聊沟通说啊，把 David， 如果是说你这样子丢钱下来，那跟你的传统生意有什么不一样啊。那其实在 BE 呢，我们是要拿最少本钱 ，OK， 然后可以赚取最多的利润。你一个人有本事，可是你的下线呢？你的下线呢？不能复制你啊。所以我们还是回去第一个 step， 我们的那个公司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跟。那把 David 呢？是他本身，你们刚才有听到他的那么多的见证。
其实是你先要试产品，要爱上那个产品，然后你就知道第二步是怎么做。如果你不试用那一天，你不知道那个效果在哪里。对，所以谢谢我们的把 David 的分享，谢谢，把麦交给回 Yvonne 哦。谢谢，谢谢 David， 谢谢，谢谢今天你的分享，很棒。